3月13号，科沃斯集团旗下高端智能电器品牌天可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无限梦想致敬未来天可新品发布会，会上品牌形象代言人钟汉良亲自为新品谱曲悠闲时光，还与钱东奇董事长共同进行钢琴合奏，可谓是本场活动的一大亮点。但谈及这场钢琴合奏和这首悠闲时光背后也有许多故事呢。刚刚其实是有一点不够好，但是就是之前是为了这个天口去创作一个，就是真的想让你做家里做家事的时候，使用吸尘器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悦耳的音乐可以听到，所以就有这个比较优美的曲子叫休闲时光，就这两个月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想的。然后我们练习呢，在台上其实没有真正的组在一起，然后我们在隔空在电话互相录影给大家对方练习，然后昨天晚上就碰在一起就开始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练就得这么好，看来小蛙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呢。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主角是吸尘器，不知道平时在家里小蛙做不做家务呢？平时在家会做一些家务吗？有，其实我的专长就是打扫家里，因为我在家里的时间真的很多，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整理家里，然后吸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真的很喜欢打扫，就我喜欢看到家里很干净，我喜欢整齐干净。说到工作，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钟汉良演电视剧或者电影了。不过不用着急，由他出演的一部待播剧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我幸福的理由是不是要最近要开播了？对，那个是我拍完的待播的一个戏，然后谢谢你帮我提起他，他应该会很快跟大家见面，就是希望就做这个后期有一点比较长时间，就想要稍微做的好一些。然后呢，把这个比较特别的题材，让它可以很完整的给大家看到，所以后期比较久，今年希望可以。